哎妈，给我憋坏了！今天我要做的这个东西买了大概有一年左右吧，一直搁置着没做。其实我家里有一整个架子放的都是要做的新品，但是如果我没想好怎么做的话，我就会一直放在那儿，一直放到我想清楚为止。哎，不解释了，其实就是拖延症。娃娃用的是 SP 温度的下雨天，搭配这种亮面的花花。那这个 USB 轴给它插上。自从上次小鬼那个摆台翻车之后，我就学聪明了。像这种充电口这么低的，我直接就不镶上去了。一桶，那我现在这个电量没满啊。手机放上去就能自动充电，然后拿下来过一会儿它就收起来了。这天使之翼真的太仙气了，没忍住还整了一个绿色的。你们觉得哪个颜色好看？